谢谢，感谢大家的一个关心啊。那这个昨天晚上啊，大概10点钟的时候，然后这个家属也做了最后的决定了啊。那也谢谢，感谢荣总的医疗团队。那刚刚也这个我们艺能界的很多前辈啊，于天大哥，大家都一起来关心。那新农因为现在呢，心里面呢。太大的一个伤感，那么只有四个字要转达，就是撕心裂肺。他一直告诉我这样的一个角度，然后这30几天以来啊，不好意思，因为家属他们的意愿呢，基本上是不愿意。让他的一个病情让所有的媒体去做深入的了解，也跟大家致意道歉啊。那在最后的这个阶段里面呢、整个医疗团队当然也非常尽心力的去为刘真老师做最好的医治，然后等到最后期的这个阶段，因为也确实可能回天乏术了啊，在最后的这个阶段，然后新农呢，他一直不愿意放手，所以我们也跟他们去做了商量，跟新农哥啊一起商量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个可以信任的人，其他的除了荣总以外啊，可以另外的一个医疗团队或什么可以去做更深入进一步的一个了解。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啊那个柯市长柯P亲自到现场再看过一次所有的一个状态，看完之后也跟新农做了恳谈，以医学的一个专业角度，真的是没有机会了，是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然后刘真的父母亲当然也非常不愿意让女儿继续受这样的苦啊，也大家非常非常的纠结，沟通了非常久，后来就在昨天的3月22号的晚上10点钟左右，刘真老师就辞世了这样。然后他特别呢，因为这个后续呢还有这个小朋友的问题啊，妮妮啊今年才4岁，所以我们会尽量去协力，有关于他这个后续的这些状态。那最主要也感谢大家给新农一些空间跟时间，因为他基本上是走不出来的，而且也对我们讲了一些非常比较会让我们比较担忧的这个话。那我们这些好朋友啊，我们会持续的陪伴他啊，也告诉他刘真老师这一生最美好的这几年，就是跟新农一起度过的。他们在夏威夷结婚，然后他们有
所以特别会有一个，特别会有一个我们会定了一个时间啊，因为他们夫妻俩有一个夫妻两个人的双双节，这个双双节就是每个月都会有，22号的时候，然后他会帮买一个小蛋糕，然后跟刘真老师两个人啊一起这个去过节就对了，所以他们夫妻俩呢每天都有一个双双节，然后后续我们会有一个追思会，那这个追思会呢会让我们所有的媒体记者啊大家都一起来啊，你们想要知道些什么，还有刘真老师的一个这一路以来他的心境，还有心容他想要对大家说的话，我们会给大家安排这样一个时间，那应该很快我们就安排遗体的火化，还有这个相关的事宜啊。那大概约莫就是这一个礼拜左右，我们会让它完成，大概是这样，好吧？我讲的应该是非常完整的吧？我还做了笔记，好吧？啊，那大概是这样，嗯，会有灵堂，会有安排。那很快会跟他通知，因为现在还在安排布置嘛，还在安排，啊，嗯。那一个部分不用担心，我们没有健保，但是有朋友嘛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有太多的好朋友，我的这个好朋友 Adi 也立刻说：“哎呀，我来帮忙。”很多很多的好朋友，林董特别打电话。啊，陈董，太多太多了，所以新农哥呢，这个过去来讲，他也是广结善缘嘛。然后刘真老师的人缘呢，圈子里面呢，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夫妻俩是可爱的小夫妻啊。那我们现在我个人呢，主要的工作着力在就是怎么样把这个孩子照顾好啊。那让新农哥不要想东想西了啊！这个刚刚见面，我也以师兄的一个角度啊，然后也念了他几句啊，不可以讲一些五四三的话，然后也不要去想一些什么，你要想着刘真老师要你怎么做，你才可以怎么做啊！因为这个爱的结晶。啊，孩子还那么小，是刘真老师的延续，4岁而已，但很会跳舞，然后也活泼可爱，啊，这个我们会帮他照顾好这一段，是，哎，至于病情的一个状况，因为他比较繁复，因为我们经过了30几天的一个时间，然后呢。每天我们都在接触他生病的一个状态，包括他要进到医院的前几天，啊，也特别到那个电视台带着小朋友特别来看我，然后我会告诉他，哎，应该是一个小的手术，那这个所有的医疗都是一样，肯定都是有风险的，所以我们也很肯定这个。医疗团队他们的一个认真啊，他们的努力啊，那至于比较确切的一个内容，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留在新农那边才跟大家说明，对，嗯，好，这个要新农他们来跟你们回答，好不好？那基本上新农的一个。说法啊，刚刚他的说法，他说他要把这个刘真老师跳国标舞这个漂亮美好的一个身影，要永远留在家人还有他的粉丝好朋友们的一个心目当中，这是他个人最大的意愿，是这样。没有什么募不募款这个事情，对，嗯。经济状况 OK， 哎，他们因为他们也没有太大的需索嘛，
他们的生活也很简单，哎，那又很多这个朋友，哎，大家有需要帮助的地方，我们大概会互相帮忙，对，那这个没有问题，大家会互相帮衬一下，小事，小朋友很可爱，前天这个。因为这次没有办法，那是比较医疗的一个角度啊，完全没有办法的，而且我们也一再的去确认，那就交给这个医院来做决定。那小朋友很可爱啦，然后我还跟他通了电话嘛，我，OK， 好，那就先这样啊，谢谢。谢谢。